对不对？还有他上一首更红的，叫做 Nude， 送给大家。Nude 知道？来一起跳，来，我们一起。这一首要开始，大家应该掌声加尖叫，好不好？尖叫一下，没有在中原文创园区表演过，今天是哪里？数到三了，一二三，
戴帽子的，对。直接来前面领奖品好不好？哇，恭喜恭喜！哦，送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刚刚有说，我们天选乐团在二月的几号是什么日子的前夕，我们会在中原文创园区跟大家见面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在送礼物之前，请大家拿出你们的手机，你们有 IG 吗？有吗？有 IG 的话，请搜寻天选来 T H E C H O S E N S 点 T W， 有点太长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就搜寻天选，其实就有了。请帮我们追踪一下，然后哎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这边啊，后面有个 T W， 但是其实你基本上打开这个，输入这个英文，应该就会跑出来了。好，在这个大家的时候的通知跟大家说，大家如果你们线动上有 take 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转发了。好，那我就来问，我刚刚说我们天选乐团还有过年期间在二月的几号，在什么日子的前夕会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哦？好，一样吸引我的注意力，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哦？好了，一二三，我真的很想选他哎。不要选，这很欠揍哎！哦，来，那个橘色衣服的小妹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刚刚你知道过年我们几月几号会来吗？没错，来，恭喜你！那个什么叫欧露露的哈哈，那个够过分了啊啊，欠揍啊！很，谢谢。那过年期间记得叫爸爸妈妈带你来玩哦，知道哈？知道，打勾勾来，打勾勾，打勾勾。过年啊，我们二月十三号见哦！好，再来这首，哎，两个尖叫声哦，刀马旦送给大家。